观众朋友，你哋好，我系新闻主播林希。我而家所在嘅地方咧，就是、位于环市路花果山嘅广州市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演播厅呢度。唔知唔觉，我哋已经走过咗30个年头啦。回顾过去，真系有好多难忘嘅记忆片段。广州市广播电视台是在1988年的1月10号正式开台的。当时总共有11位新闻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其中有4位呢就是广州话的新闻播音员，都是男女搭配双播的。记得当时第一次播音的时候呢，都有少少紧张，因为我们当时那个新闻那个片头，无论是画面音乐那个节奏，都是令到你很紧张的。还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当时呢，我们是直播的，虽然时间不是很长，只是10分钟左右，但我们呢没有提示器看的，不是好像现在播新闻那样，前面的摄像那里有提示器看。我们当时是手上拿着呢，就是记者的手写稿。每个记者的手写稿都不同，他有些写得草一些，有些写得静一些，所以我们呢要需要很长的或者很认真的备稿的时间。我们呢当时播的时候是耷低头再抬起头，耷低头再抬起头，就有一个备稿，哪些是重点，哪些是重句，这个就是我们当时一些备稿的一些准备的情况。我们广州电视台呢，早期呢我们是没有自己的发射塔的，我们是租用这个微波站的发射塔。他们的发射塔呢高度有限，所以呢他那个清晰度呢就不是那么清了。有些广州观众呢，他在家收看我们广州电视台的节目的时候呢，那个画面呢有些闪一闪一下，类似有些雪花那样。所以呢有些观众呢就跟我们开玩笑讲广州电视雪花台。那么下来呢跟大家玩一个小小的魔术。3、2、1升。是不是有点不同啊？全新的开始，我们广州市广播电视台从标清播出的画面转入到这个高清播出的画面，给我们观众朋友一个全新的感受。随着现在我们走入这个广州国际媒体港，我们变为高清晰的播出之后，我们的画面呢就可以说是大有不同的了。讲了这么多了，此时此刻要离开了，真的有点不舍得，但是不舍得都要舍得，因为有舍才有得，这里将成为历史，我们走向新时代，新的开始。拜拜。我们马上赶到去广州国际媒体港了，我们新时代新世界见。花果山，拜拜。哇，嗱，呢度系广州国际媒体港啊！哇，好大啊！做咩？呢度系嗱，呢度就系我哋广州嘅地标建筑广州塔啦。咁呢度又系嗱，对面咧仲犀利啊！对面系我哋广州嘅城市中轴线，亦都系我哋广州嘅 CBD 啊！二沙岛艺术公园等五大公园系好多市民周末好去处啊！海心沙经常有各种各样嘅演唱会啊、音乐会啊举办噶。而家咧，我哋直接担住张凳仔喺呢度。看大片，嗱，睇住啲咁靓嘅光景，听住啲咁美好嘅音乐。我哋嘅千里眼同埋顺风耳，咁讲笑啫，唔系我哋千里眼同埋顺风耳，而系睇我哋广州台嘅节目，可以睇到好多靓景啦，好多精彩嘅节目啦。而我哋外边嘅呢个景色咧，已经咁靓啦，我哋广州国际媒体港同样把炮嘅，等我嚟考下你塔片，你知唔知我哋国际媒体港嘅占地面积有几多少？
你想考到我真的好难的咧。嗱，我哋广州国际媒体讲咧系广州广播电视台嘅新址总部基地啦，系占地32万平方米嘅，唔单止好多国内外嘅品牌媒体喺呢度，亦都有好多科技企业嘅领头羊，而且唔单止系广州，甚至系亚洲嘅最具代表性嘅多媒体影像视频发布平台嚟噶。冇错，真系非常犀利啊！咁多嘅高新企业强强联手之下，为咗将会将广州国际媒体港打造成为全新嘅城市名片同我哋最美嘅城市客厅啊！嗱，咁多呢啲高大上嘅元素，当然系要用更加高清嘅呢个画面去呈现啦。喺今日开始啦，我哋亦都会即将迎嚟高清信号嘅呢个启用啦。咁唔单止可以睇到高清嘅新闻啦，高清嘅电影啦，高清嘅体育赛事啦，仲有好多嘅高清嘅靓景都可以睇到嘅，全部可以用高清嚟实现到。而我哋嘅国际媒体港更加系一个小心脏，知唔知喺边度？小心脏，话你讲小心脏。都是那个400平方米的全景设计的演播室来的。嗱，冇错啦，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叫做全景设计呢？想不想看看先？想，一起看看。好，走。综合频道400平方米全景设计演播室，邀请曾多次获得艾美演播室设计大奖的全球顶尖设计师团队，全球知名灯光团队量身打造。设计过程中，将国际先进设计理念、中国传统元素、综合频道文化及全媒体新闻流程融为一体，在多个维度体现了融合的特点。演播室内的主角非360度信息型描述了，他们可以承担新闻信息发布载体的功能，实现全媒体多渠道新闻信息数据的实时汇聚和一体化发布。景观全景大屏还采用 LED 掩饰灯，可以根据节目的不同需求任意变换演播室环境光。演播室还加强了与观众的互动，在节目播出过程中，观众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到全媒体信息实时采集终端和主持人进行线上线下的交流。播控室内20路外来信号源为新闻资讯的来源带来了广泛的可能，32路高清信号主切换台的强大视频处理能力为观众提供更多的视角。从2月10日开始，综合频道各档新闻节目资讯栏目将在400平方演播室这里以全新面貌呈现，全景化、全媒体、全高清新闻演播室的投入使用，标志着我们在融合新闻生产的方向上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从花果山来到广州国际媒体港400平方的演播室的播控中心，哇，真是今非昔比啊！嘿，小谭，你好，你好，你好，小谭，你好，你好，你好。哎，小林，哇，你又嚟埋，见面啦！哇，呢度真系全新嘅感觉，不得了，不得了，系嘛，好犀利，好有气派，系嘛？系啊。咁啊，谂翻我哋以前咧，真系同而家差好远，差好远，梗系啦。嗱，净系讲我哋以前嘅呢个播音嘅时嘅演播嗰个后边嗰个背景咧、最早嘅时候咧就系美工手写嘅、手写嘅背景板，系啊，逐件推出嚟嘅啫。咁、然之后咧再落嚟咧就实景，实景咧就有啲立体感啦，睇落去就咁样。再落嚟咧。就是呢個電子牆，即係好似 LED 啦，係嘛？咁但係呢個咧仲未係高清，我呢個係標清啫喎。但係而家呢度就唔同啦，呢度真係呢度係嘛？犀利啦！咁其實對於我哋嚟講啦，可能標清嘅嗰一塊背景板已經係陪伴我同譚言呢一代人長大嘅嗰一代廣視嘅背景板㗎啦。大家觀眾都已經好熟悉啦。咁但係嚟到我哋嘅媒體講，我哋即將高清啟用嘅呢塊背景板，佢更加大。色彩更加豐富，而且有更加多嘅元素去呈現俾觀眾。包括咧，佢可以隨住主持人嘅手勢啊，主持人播報嘅新聞啊，屏幕成個大屏都可以跟住移動嘅。後景已經咁犀利啦，仲增加咗啲虛擬前景嘅。虛擬前景係咩嚟㗎？就係比如話你播緊一個關於地鐵開通嘅新聞。嘈一声，哎哟！嘈一声，有部地铁冲出嚟，咁、个感觉好直观同埋好冲击咯。同埋，如果系播到一啲股市嘅新闻嘅时候咧，就会有一啲高低起伏嘅指数啊咁、所以真系成个人睇真系好直观同埋好感受好深刻噶。你就讲前端啲嘢，我讲下后端啲嘢，就讲记者。我以前系攞带嘅，带系有咩用咧？就系编片嘅时候，跟住输出时候用带，跟住交带嘅时候咧，有啲情况系非常之紧急嘅，就系、是、6点钟嘅时候，记者系未编好片，最紧张嘅时候，最紧张呢段时候，系跑过去送带，跟住编审仲要一嘢立过嚟，即刻就开始审带。但系依家咧，即刻就会实现到非常之方便化嘅一件。点击嘅鼠标，跟住
键 H 键就可以输出，就可以屏幕上面睇到啦。冇错啦，咁以前嚟到呢个导播间呢度咧，仲要我哋嘅放大员咧放入去部机度再放出嚟，再放。而家就唔使噶，而家我哋嘅放大员咧就喺电脑度一点击就可以呢个播放，就系依家网速代替咗以前嘅脚力。系啦，冇错啦，网速肯定快过脚力。新时代，新世界，新气象，完全唔同啊，新变化。系啦。嗱，兩位，我知道我哋兩位同事咧，亦都準備咗啲節目，係啊，交俾梁志高同阿高希嘅，交俾你哋。好嘅，唔該曬林希大哥，唔該曬學軒同埋譚燕啊。唔該曬各位觀眾，上午好。而家收睇緊嘅係廣州廣播電視台綜合頻道特別節目《新時代新世界》。我哋嘅節目喺掌中廣視手機客户端同步直播緊。今日係我哋廣州電視高清開播嘅大日子，喺一個重要時刻啦，我哋邀請咗喺廣州台唔同時期奮戰嘅嘉賓，一齊嚟到回憶經典，展望下未來啊！係啦，嗱，我同高希咧都係多年嘅老搭檔啦，當然都係我哋觀眾朋友嘅老友記啊。咁但係咧，唔知道今日大家喺電視機前見到我哋兩個會有啲乜嘢唔同嘅感覺呢？梗係會唔同啦，高清開播之後呢，傳播技術係更加先進咗㗎。咁對於觀眾嚟講呢，高清晰嘅視頻呢係可以比以前嘅電視畫面提供更加多嘅細節，立體感亦都會更加之強㗎。而且我哋高清鏡頭呢會比標清鏡頭嘅視野更加廣闊更加大呀。所以大家睇到我哋呢應該會更加好睇㗎。而今日呢最重要嘅就係我哋期待咗咁耐嘅全新演播室終於都同大家正式見面啦。係啦，啱先大家睇到嘅嗰條介紹演播室嘅短片咧，我自己睇嘅時候真係非常之激動啦！嗱，今年咧啱好係我哋廣州台開播30周年啦，咁重要嘅日子，我哋喺廣州國際媒體港喺全新嘅演播室同各位見面，特別之有意義啊！冇錯啦，我哋同廣州一座城市咧，同呢個時代係共同走過咗30年啦。4:3嘅畫框記錄咗好多屬於我哋嘅共同珍貴回憶，創新、發展、探索、求變，我哋嘅腳步永遠都冇停止過噶。冇錯啦，嗱，30年嘅歷程，亦都少唔到好多新聞人嘅共同奮鬥同努力。嗱，今日咧，我哋嘅演播室仲請嚟咗一位大家都好熟悉嘅朋友，佢曾經係廣視新聞嘅當家主播，係廣州嘅城市形象代言人。嗱，讲咗咁多咧，可能观众朋友已经估到佢系边个噶啦。我哋马上通过一条短片嚟到开估。尹哲曾经系广州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喺广州市电视台新闻部工作咗13年。除咗系一位深受广州市民欢迎嘅主播之外，佢嘅威水史仲远远唔止呢啲。佢曾经获得广州市城市形象大使冠军，当选为广州市第8届10大杰出青年，广州市第12届人大代表，2008北京奥运会火炬手，2010广州亚运会志愿者，申办陈述人。荣誉嘅背后系一个新闻人专业、严谨、求真嘅不懈追求。佢系我哋嘅老友记，我哋嘅新闻主播尹哲。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睇广视新闻。曾经有好多年，每天晚上我都是用这句话跟大家打招呼见面的。大家好，我是尹哲。咁离开了电视有5-6年的时间了，很高兴在这里又跟大家见面。可以说电视新闻是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亦都是到目前为止我做得最长的一份工。咁我在广州电视台度过了自己的最黄金、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咁亦都很高兴我的成长可以同广州的广播电视事业的成长，同我哋中国电视事业的成长是同步的。咁亦都好多谢咁多嘅观众朋友，多年嚟一直都好支持陪伴我度过我这个成长的岁月。咁5-6年之后又再坐返喺呢个主播台嘅旁边，係心情呢係好激动㗎。首先除咗高兴之外呢，更加让我振奋嘅係睇到我哋嘅广州广播电视台嘅呢个新闻演播间呢已经係一个唔只係一个等级嘅提升啦，又可以用高清嘅技术嚟传输信号啦，而且呢个新闻直播间呢大咗好多，有呢个360度嘅置景，有2层楼嘅景别，咁相信呢今后呢会喺呢一度发出更多最新最快嘅电视新闻资讯带俾到各位观众㗎。咁希望大家呢继续同我哋广视新闻同我哋广州电视台做好朋友。
終於都等到你回嚟啦，好耐冇見啦，擁抱下先。Hello， 咁我應該你都可以擁抱下嘅，因為咧可以話允哲咧係我哋廣州觀眾啦，同埋我哋呢一代嘅播音員嘅一個好好嘅老師啦，同埋好好嘅朋友，真係好多年冇見過佢啦，所以心情真係特別嘅激動啊。係啦，唔單止係我哋嘅老師楷模啦，我覺得而且亦都見證咗我哋廣州廣播電視台開台以嚟，比如話廣視新聞啦，今日報道發展嘅好多個歷程嘅。咁其實咧，我哋嘅新聞節目咧一直喺度不斷咁開拓創新啦，允哲亦都見證咗。其實對於呢一方面嘅回憶，你有幾多咧？好多好多，滿滿都是回憶。因為咧，我好榮幸啦。我啱先即係我個成長同呢個我哋廣視新聞嘅成長係同步嘅。我記得廣視新聞第一次直播。早晨新聞第一次直播，今日報道第一次直播，都是我做播音的。哇，是啊，創造了很多的第一次啊。咁當年呢，其實呢個是我的榮幸咯，因為我哋嘅新聞節目在廣州甚至係全國都開創了很多嘅先河，咁我才有機會擔當，亦都係參與了很多嘅第一次。咁仲有包括新千年啊，包括香港回歸啊呢啲報道，以一個城市電視台可以有咁廣闊嘅視野，跨越到境外、海外去做呢個報道，當時真係非常之領先嘅。所以其實作為一個新聞人咧，對自己嘅人生閲歷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擴闊，同埋一啲好好嘅經驗，一直都會跟住你噶。當然啦，咁作為做新聞人咧，而且電視台俾我哋嘅平台亦都好大，唔單止係做主播啦，仲有好多機會啊，採訪啊，做記者啊，做編輯啊，咁有機會係了解到社會嘅多方方面面咯。咁亦都有機會接觸到好多唔同階層嘅人，有好成功嘅，亦都有好基層嘅普通嘅老百姓。咁我諗，它是豐富了你的人生的，可能有些人要活幾輩子才有這麼多的經歷和閱歷，但是呢，如果做新聞人的話，是有機會在短時間內有很多的接觸，和可以令到自己快速地成長。我覺得是不僅止他自己快速成長，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令到我們都要快速成長。先到我最記得自己呢，剛剛播音的時候呢，一從我們七樓的演播室一下來呢，我最記得，可能你都不記得了，你呢已經拿定一張紙將我讀錯的同埋做唔好嘅嘢，全部都列曬出嚟，一點點。高希，你過一過嚟啊！咁我就知道，唉，慘啦，今日又錯好多嘢啦。但係好多好多嘢，你而家長大咗去諗翻咧，你係覺得全部都係啲好寶貴、好寶貴嘅嘢嚟嘅，唔係個個都願意咁樣去教啊。正係因為允哲講咗自己好多寶貴嘅經歷，其實亦都係廣州台發展當中好多寶貴嘅歷程。我都好記得當時廣州台15周年嘅時候，我記得喺個宣傳片裏面，允哲亦都係出現，我覺得成為咗廣州台當時嘅一個好重要嘅標誌。多謝。咁確實啦，仲有其實我哋唔單止係廣州嘅新聞啦，國內嘅新聞啦，我哋廣州台都好早就開拓咗呢個國際新聞，亦都係我當年帶住我哋幾個同事一齊開創咗編譯組。咁我哋係啦，我哋編譯呢個國際新聞，使廣州電視觀眾嘅視野咧係更加廣闊嘅。咁我仲記得咧，當時我哋播呢個夜間新聞嘅時候，啱啱好係美國911事件，係第一棟樓被飛機撞咗之後，咁就我哋就係嗰時都好少見嘅，直接將呢一個直播嘅信號引入到我哋嘅新聞直播當中，咁樣全部觀眾同埋包括我哋嘅主播，當時我唔係，我喺外邊做編審啊，係我哋另外一個播音員，一路睇住呢個信號，睇住嗰棟大樓咁樣冧落嚟，咁呢、這個。即係我哋亦都係雖然唔喺新聞嘅現場，但亦都係見證咗咁重大嘅國際新聞嘅發生，同埋亦都係講緊我哋廣視團隊一直以嚟一個作風，就係我哋嘅反應係非常之快速嘅，所以我哋嘅團隊亦都係特別可以戰鬥嘅。相信呢樣嘢你都係好深刻嘅印象。係啊係啊，我記得咧就係喺呢個抗擊非典嘅報導當中啦，咁我哋嘅係第一個電視記者著住隔離衣進入到呢個病區入邊嘅。另外咧，我哋直播嘅嗰場關於非典的新聞發布會，包括鍾南山院士等出席的，當是創出了我想到現在都是一個最高的紀錄，廣州電視新聞的收視，當時叫廣州電視新聞的收視的紀錄，我記得是在20多點的，可以說是全程大部分的觀眾都在看我們的這些信息的發布，沒錯。哇，我覺得也真的
開創了很多不單止是電視的先河、我覺得是這些傳播的先河，也是由你們那個時代開始創出來的那種探索、那種創新、那種跨時代的，我覺得我們現在再聽的時候都覺得很震撼、那這種呢不單止是新聞團隊的努力啦、其實觀眾朋友也都給了我們很多的動力和支持、因為你單方面做但是沒有反饋的話、我想肯定效果沒那麼好，但我們是時時處處都感受到觀眾對我們的支持和鼓勵的。多謝你，我覺得我要補充一個心、今天你來就給了我們一個定心丸，覺得我們的堅持還是有意義的，還是應該繼續堅守在我們的行業，即是我們新一代的廣視新聞人還是要秉持著上一代人的這些開拓的精神，去耕耘好我們新的廣州廣播電視台，应该对得住我们这个360度的大全景。是啊，当然啦，虽然现在很多的新媒体信息是爆炸过剩、但我觉得往往是这个时候观众其实更需要一个去伪全真的、真实的报道和权威深度的解读、这个呢就寄托在你们的身上。好、我们一定会做到。好啦，今天真的非常多谢尹哲来到我们演播室这里参加我们这个全新的高清演播室的开播时刻，也都给了很多寄语我们。是很短暂的倾偈，但依然是可以鼓励到和鼓舞到我。其实我们还要感谢的就是30年来的很多很多的广视人，我们共同记录城市的发展，同一座城市同呼吸共命运。上午好，欢迎继续收看广州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高清开播特别节目《新时代新世界》。系啦，跟住落嚟嘅两位嘉宾咧，大家应该都好熟悉嘅，因为咧每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都会可以见到佢、就系我哋嘅同事金锦文同埋江哲啦。欢迎晒两位，同我哋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先啦。咁多位大家好。我平時唔係咁怕醜嘅，有啲腼腆啊。但平時兩位咧都係我衝喺我哋嘅新聞嘅第一線啦嚇。咁啊，今日咧第一次坐喺我哋呢個全新演播室，你哋有咩感受先？金錦文先講啦。感覺就好似搬咗新屋咁、我哋由廣州台嘅祖屋花果山啦，嚟到呢個國際媒體港呢度啊，呢度即係感覺非常之高大上啊。咁啊，感覺咧同呢個城市咧個關聯度會高咗，因為我哋喺新嘅中軸線呢一度啊嘛。咁、同時咧壓力都好大啊，望見咁多高清嘅摄录嘅摄像机啊，仲有呢个播出系统，咁以后咧可能自己要少啲，少啲食嘢要粗别啲啊，唔可以好似而家咁。啊，当时咧，咁我哋之前喺山上面搬到依家水边、水为财啊嘛、我相信我哋以后嘅发展一定会越嚟越好嘅。哇，果然系一线记者，非常之讲。其实咧，我都想同阿金锦文倾下偈嘅，因为咧，其实金锦文咧，我哋都有个昵称啦，系咪？平时咧都系叫佢厅长、金厅咁样嗌佢嘅。一嚟咧就系佢好似之前热播一套剧啦，叫做《人民的名义》里边嘅嗰位演员啊，嗰个扮嗰个史厅长。另一个原因咧，其实咧都一项眼泪嘅，就因为咧金锦文咧。成日都要加班，咁咧就加到深夜咁样啦，翻屋企费事嘈住自己嘅太太同埋仔女啦，咁所以咧就唯有瞓厅做厅长，系咪咁啊？做记者系咁噶啦，你可能知道你几时出发，几时去出去做嘢，但系咧你真系唔知道几时可以落班，咁所以有时翻到屋企咧，见到老婆同仔啊嗰啲都瞓得觉，咁有时真系唔想打搅佢哋，等佢哋即系尽量多啲时间休息啦。咁。怎么说呢？哎呀，眼红你不知道。是不是脑海里面挂着太太了？我现在两个仔嘛，其实现在真的少了很多时间去陪他们。是。是啊，咁希望嚟咗新嘅呢一個辦公嘅地點之後咧，咁其實離我屋企會更加近嘅，可以早啲落班。O K 啊，咁啊，盡量就少啲做廳長啦，多啲陪下屋企人。係啦，係啦。咁其實我都知道啊，金錦文咧之前咧其實係做我哋嘅攝像同事嚟嘅，咁後來咧轉變咗記者，點解會有咁樣嘅轉變咧？
咁其實我覺得雖然係兩個唔同嘅崗位，記者同攝像，咁其實咧好多時都係一齊出去棚檔做嘢嘅。咁其實都係面對同一個新聞題材，咁大家咧其實雖然唔同嘅崗位，但係都係要用心去透過呢個現象去發現啊呢件事嘅新聞價值嘅嘢。咁咁多年咧，咁我做咗十年嘅攝像咧，其實都睇到好多嘢，都喺好多前輩，好似嘉欣啊、東明佢哋身上學到好多嘢。咁其實有時諗下，其實自己都可以試下，咁就轉咗做文字記者，做出鏡記者。好成功嘅一個。所以廳長咧，佢上手好快，基本上一上嚟做記者之後咧，哇，全部出嘅都係精品嘅新聞嚟嘅。係啊，係我哋嘅一個記者之中嘅一個標杆啦。但係金錦文咧係有好多年嘅新聞嘅從業經驗。而我哋江哲咧，其實佢係入行冇幾耐嘅啫，咁已經有一個好犀利嘅外躲啦，就係、是、叫做 Madam 啦。一嚟咧就係、是、因為咧佢係跑公安線啦，經常有依方面嘅一啲信息要發布啦。另一層意思咧，因為佢咧確實係風風火火啦，同埋咧叫佢做乜嘢一聲 Yes Sir， 咁啊即刻已經鋪出去做噶啦，非常之犀利一個女仔喎，係咪啊？聽你咁講，我都覺得自己好心虛。可能即係好似你哋咁講啦，即係我可能叫我做咩都揼一聲就去咗，所以就叫咩揼啦。係，我揼啦。咁的確係真係有啲辛苦嘅，講唔辛苦就假啦。但係你中意做呢份工咧，你會堅守喺。但係呢份工會唔會即係做記者呢份工同你當時入行前想象嘅係唔一樣咧？其實冇咩太大出入嘅。其實我從細到大咧，咁即係公仔箱裏面都好中意睇新細個就中意睇新聞噶啦。所以我都想做呢份工嘅。雖然我讀大學嘅時候唔係讀呢個專業，係讀音樂甚至係師範嘅。咁屋企人就覺得我不如你去做老師好過啦。咁啊朝八晚五啦，唔係朝九晚五，朝八晚五。仲有暑假寒假。係，仲有暑假寒假。咁嚟到呢度係唔可以嘅喎。咁我唔好似金廳咁啦，我冇仔冇女，暫時未有。暫時未有仔未有女，所以我有更多時間喺度做一啲好嘅作品出嚟。因為咧，所有好嘅作品都需要時間嘅，因為每個觀眾咧都有自己審美嘅眼光，所以我哋一定要用時間嚟去做出呢啲精品。因為我哋係要對住千千萬萬個觀眾，做出精品對住千千萬萬嘅觀眾，聽得出咧，我哋阿江哲啊、Madam 咧，真係非常之有呢份心啊！嗱，新時代咧對記者咧應該講係有更新嘅要求。面對新的挑戰，咁應該咧亦都會為你哋咧帶嚟更多新的體驗。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哋2018年咧一個新的開始？你哋小目標係咩咧？金錦文啊，廳長，除咗唔好再做廳長以外，仲有咩目標啊？咁有句話叫做工欲利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咁我哋下廣州電視綜合頻道亦都係進入呢個高清時代啦。我都希望，亦都期待咧，喺呢個高清嘅世界入邊咧，會帶俾更加多嘅視聽享受俾廣州嘅電視觀眾。Madam。我冇好似你講得咁高大上。咁啱先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講啦，我係做公安方面嘅新聞嘅。咁平時咧做得最講得最多就係、是、阿甲咧俾人呃咗，月咧就唔見咗啲乜嘢，阿丙咧又出咗啲咩事故咩意外咁。咁我希望即係睇我哋電視嘅咁多位觀眾，千千萬萬名觀眾。咁即係以後即係接落嚟嘅時間咧，都可以平平安安。即係我嘅新聞裏面咧，亦都會更加少去出現呢啲各種唔好嘅嘢，各種事故。即係特別為我哋觀眾着想。係啊，我覺得今日你嘅小目標唔啱，因為咧你即係完全都冇提到你屋企人啊嚇。因為屋企人咧咁支持你做廳長，仲成日留碗熱湯過你。你有咩説話對住鏡頭，趁住今次機會啊，高清開播大日子喎、啊，有咩小目標係關乎你嘅小家庭啊？小家庭啊，換間大屋啦，呢個目標 OK。好，太太聽到啦要俾心機儲錢啦嚇。咁其實咧，亦都係好多謝兩位啦，今日上到嚟同我哋分享你哋嘅感受啦。更加要多謝嘅咧，係你哋通過自己嘅努力同埋付出，去守護翻我哋新聞人嘅一份職業嘅尊嚴啦，亦都守護翻我哋新聞嘅價值啊。希望2018年咧，我哋可以繼續並肩作戰啦。係啦，嗱，我哋廣視新聞咧，作為資訊發布嘅權威信息平台，一直以嚟都得到電視觀眾的認可和信任，我們亦都不會誤解。觀眾朋友，你們好，歡迎你收看廣州新聞節目。1988年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开台之初，长度为15分钟的广州新闻正式同观众见面。1994年5月16号，摸索了6年的广视新闻人创办广州电视新闻的前身今日全真，将视野扩展至全球，不再局限于广州本土。两年后的广州电视新闻强化记者出镜和现场直播，在业内开创先河。就是我们是可能最早拥有卫星
這個直播設備和具有直播能力的城市台。港视新闻以成熟的新闻团队为依托，积极拓展播出平台，带队进军现场直播节目。今次有关当局是实行全封闭作业的，广州电视台就成为特许进入打捞施工现场的首个传媒。而家就交由曾毅明同大家讲下，唔该你，曾毅明。系唔该晒，企喺岸上嘅黄少鹏啦。我而家所企嘅位置咧，就系打捞中山南嘅其中一只博选。之后，广视新闻创下连续十年收视率同收视份额第一嘅骄人成绩。2008年度更加系荣获全国城市电视台优秀栏目嘅一等奖。而随住新媒体嘅出现，传统媒体嘅优势不断流失，广视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做一啲能够代表到广州品味嘅声音出嚟。我小小个就睇住广视新闻长大嘅，但我冇谂到我自己一日都会成为咗呢个公仔箱入面嘅其中一员啦。五年嚟行落嚟，我觉得我自己当时嘅选择系啱嘅。我屋企人都话女仔人家做乜嘢记者啦，就觉得好辛苦啊，然之后好攰咯，会啊，真系朝早七点钟可以做到晚上十一点钟嘅。而我咧就选择咗记者呢份职业嚟坚守。拥抱变化，迎嚟生机，紧贴媒体融合嘅潮流，广视新闻人开发出掌中广视 A P P， 成立城市交换云平台，具备城市新闻交换、全媒体生产、记者移动办公、移动直播等聚合功能，将新闻播出端由电视延伸扩展至网络，喺竞争中逐步抢占先机。跟上咗形势，所以我哋嘅节目交换咧。就能够一步一步咁样发展，从原来只有十几个台，发展到三十几个台，发展到超过一百个台，而家要见到一百八十几个台，集体团结合作，抱团取暖。喺呢啲磁带里面记录住大家熟悉嘅声音同画面，三十年嚟有啲淡出，有啲接棒，唯一不变嘅就系我哋嘅新闻节目一直陪伴住大家。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就在你身边。各位，你而家睇紧嘅系广州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高清开播特别节目《新时代新世界》。打开电视机，锁定综合频道的你，会不会发现今日有啲唔同呢？冇错啊，我哋而家正喺国际媒体讲嘅全新演播室为你做节目，亦都系我同梁志高咧第一次喺度正式做节目嘅。当然啦，嗱，360度嘅大屏环绕，我哋带嚟更加宽广嘅视野，更加多元化嘅播报方式。咁同时咧，我哋同观众朋友嘅联系。梗係會更加緊密啦。確實係咁樣啊！依幾年咧，我哋作為主流媒體，一直都係向住融媒體嘅方向發展嘅。依托住掌中廣視城市交換雲平台，我哋亦都係開啟咗一元多屏直播共享嘅模式嘅。但以前我哋做直播節目咧，淨係得電視觀眾睇得到，而家唔一樣啦。通過分享直播流啊，我哋嘅電視率同埋手機用戶一樣可以睇得到啊。咁所以節目嘅影響力咧，亦都係有好大嘅提升過。冇錯啦，嗱，進駐廣州國際媒體港之後咧，硬件方面是全面咁升级噶啦，我哋咧仲将实现真正意义嘅全媒体生产流程。就喺此时此地，嗱，我哋嘅另一位同事王嘉欣咧已经喺演播室嘅二楼融媒体互动区度就位噶啦。即刻將時間交俾佢啊，嘉欣。好嘅，唔該曬梁志高同埋高希嘅。嗱，二樓嘅融媒體互動區呢度有好多嘅大屏幕嘅。呢屏幕唔單止可以接通到外邊嘅外訊視像啦，佢仲可以接通到我哋嘅手機啊或者係電腦嘅視像信號㗎。咁亦即係話嚟自社交媒體上面嘅圖片同埋視頻都可以喺呢度呈現嘅。嗱，講起新舊媒體嘅融合，其實喺過去幾年咧，綜合頻道係做咗一啲新嘅嘗試，包括係推出咗專門針對手機用戶嘅掌中廣視新聞客户端啦，同埋專門針對住城市台專業用戶嘅城市交換雲平台去共享新聞嘅。嗱，下邊我哋通過一條短片嚟認識一下呢啲新產品啊。尚记得在那个人人热衷即为泼的年代，广视新闻除了每晚陪着广州街坊开饭，还会出现在广大网民的视野当中。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移动互联网以席卷之势蓬勃发展，广视新闻人全力打造的掌中广视新媒体品牌横空出世。它融合了微信、微博、新闻客户端三大主流平台，用最快的速度、最广的渠道，第一时间为手机用户传递新闻资讯。
种三位一体的这个传播的矩阵呢，是令到我们的传播是更加立体啦，即是大家是随时随地无论在哪里都可以见到我们的身影，同这个我们原先只有这个电视的第一屏啦，一路去延展拓展到到我们的第三屏，即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手机啦。其实对于我们广视新闻人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划时代的蜕变。五年来，掌中广视的 fans 拓展至80,000级别，受众群的全新开拓，令更多的人认识了我们，成为我们的老友记。现在网络时代这么发达，如果当你在出面的时候做紧嘢啊，或者等紧车啊，坐紧地铁啊，咁我们都可以揸住部手机了解一下广州今日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了解我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从简单发布新闻资讯的 1.0 版本升级至24小时全天候都有手机直播的 3.0 版本。五年来，掌中广视不断更新迭代，在每一个新闻大事件面前，我们从未缺席，令用户的手机直达新闻现场是我们始终的追求。掌中广视的锐意进取，成为广州台探索媒体融合传播一块最活跃的试验田。2016年12月，广州台城市新闻交换中心自主研发的城市交换云平台正式上线，集结全国180多个城市台媒体资源，构建面向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兼容平台。掌中广视后台亦全面接入云平台，这里就好像一个共享厨房，包括广州台在内的海量新闻素材、新鲜滚热辣直播都可以在这里共享和分发，为各个城市台的媒体融合提供无限可能。通过了云平台这个我们应该叫做一个出海口，令到很多地区的这个受众都可以通过这种掌中广视，通过云平台了解到现在的新闻的资讯。云平台就是一个贯彻这个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的一个重要的举措，是一个举措。但是我们也说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啊，开始我们为我们下一步的发展，那么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2017年3月，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云平台的两会共享厨房项目获得省市领导的肯定。8月，云平台与新华社现场云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地方与央级媒体在新媒体领域的结盟，开创里程碑式的融媒传播新模式。立足本土，放眼全球，是一代代广视新闻人不息的奋斗。新时代的新媒体给了我们更多的可能，融合与共享是我们继续奋斗砥砺前行的方向。新演播室和旧演播室，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屏幕多了很多的。美国的著名互联网评论家海文海利就将现在这个时代称为屏读时代。喂，读屏和读报纸听广播有什么不同呢？谁知道我们交流的信息，它的载体是会决定到我们想东西的方式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话说在古时候的时候，很多人是不识字的。那时候的人交流最重要就是靠口头的表达。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啊，古诗词咧，将韵律系玩到登峰造极嘅，呢、这个咪就系口语文化嘅最显著特征咯。咁再之后，呢、这个印刷术嘅出现，令到喺过去100几十年，我哋嘅词汇量系大幅增加咗，而且通假字冇晒啦嘛，系咪？就因为印刷术嘅普及，令到我哋嘅语义精确性嘅追求系大幅咁提高咗嘅。呢、这个系印刷术带俾我哋嘅改变啦。好啦，讲翻屏读嘅时代，喺依家好多嘅视频同埋图片系瞬间充斥住我哋嘅眼球嘅，好多嘅情绪系直观咁显著咁充斥俾我哋睇到嘅。咁讲返喺过去呢段时间啦，大家接触到最多嘅情绪，我相信莫过于就係回家心切，归心似箭。下面马上连线就喺火车站嘅杨洋，同我哋讲下佢嘅火车站见闻。杨洋，交给你。好的，佳音，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广州火车站。那作为一名山东人呢，我今年是第一次感受咱们广州火车站春运，可以说非常的震撼，非常的壮观。那今天呢，我来到这里的目的呢，是送我的好朋友阿文回家过春节。怎么样，阿文现在心情怎么样？有点兴奋，因为很久没回家了，今天隔了很久才回家，我今天有点兴奋，现在有没有顺利买到火车票呢？还蛮顺利的，不过没所谓，回到家就是最好的。对，也是非常开心的，是吧？能够见到自己的家人非常开心。好，那现在呢，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啊，这个
赶着春运回家过年的人流已经来了，可以说是人流如织，络绎不绝，大家纷纷接踵而至，但是依然井然有序地踏上了这个回家的列车。可以说从他们脸上能看出自己的笑容，非常的我也是深深地被感动了，能够深深地感受到过年的味道。那据了解呢，现在的旅客发动量啊，今天广州站旅客发动量已经达到了10万人次，预计还会增长。那近几年呢，每年呢，咱们全国春运的旅客发送量呢，都会有30亿人次左右，这就相当于咱们全国人口进行2次大迁徙了，可以说是非常的震撼。那王维曾经说过呢，一句话，每逢佳节倍思亲。相信在这个重要的节日春节，大家能够踏上回家列车，和家人吃一顿团圆饭，心里都是非常开心的。但是在这儿呢，杨洋要提醒您，一定要看管好自己随身的物品，千万不要落掉您的火车票了。好了，阿文，话不多说，时间不等人了，赶紧踏上回家列车。在这儿呢，祝你一路顺风。好，谢谢，拜拜。好的，谢谢杨洋跟我们分享他的离愁别绪。其实咧，屏幕咁多啊，今天咧，其实我哋嘅数据量比读纯文字嘅时候系真系大咗好多嘅。嗱，我举个好简单嘅例子，其实喺我10几年前入行嘅时候，一个专业嘅电视新闻记者，可能一年佢做到10次嘅卫星新闻直播，已经算系比较多噶啦。咁但系今时今日，可能好多嘅手机用户一个月同家人嘅视频连线至少都10次8次啦，系嘛？喺咁嘅时代下边，俾我哋工程人员提出最大嘅问题就系话，点样将直播轻量化。嗱，今日高清睇播嘅手游，我哋不妨先试一试我哋嘅直播信号啦。我哋马上连线一下咧，就系依家正喺度休紧班嘅一位同事徐永彤。我哋将信号连到佢手机嘅前置摄像头嗰度，睇下依家信号情况点样样。永彤，你听唔听到我讲嘢啊？嗨，姜哥 ，hello。其实咧，我今日咧喺度休紧假噶，咁平时咧工作咁忙啦，咁所以趁住休假咧就同我爸爸妈妈一齐，同埋我哥一齐嚟饮茶啦。先同大家介绍一下先，嗱，呢个咧系我妈咪啦，呢个咧系我爸爸，嗱喺我隔篱呢一个咧唔系我男朋友，系我哥嚟嘅，同我差得有啲似嘅。咁既然咧系而家直播时间咯，不如咧同大家介绍一下我哋嘅点心有咩特色啦。咁好似依间酒楼咧就系我哋成日都会嚟呢度饮早茶嘅，咁因为咧呢度嘅点心特别好食噶。嗱，好似咧我面前嘅呢一个咧乌卒卒嘅包啦，咁佢咧其实系流沙包嚟嘅，咁佢上面咧系一啲食用嘅金粉，咁睇起身咧就好雍容华贵嘅。嗱，呢一个包咧就系我妈咪最中意食噶啦。嗱，呢个睇起身咧，其实冇错就系虾饺嚟嘅。呢个咧就系我哥最中意食嘅。咁佢咧就系用泰国嘅青虾整嘅，咁所以咧食起身咧系特别弹牙噶。嗱，呢一个咧，佢咧其实唔系蛋包饭嚟噶，咁佢咧系萝卜糕。但系咧就食起身咧，其实系同萝卜糕差唔多嘅，只不过上面系加个蛋嘅。诶，好嘅，唔该晒永彤，多谢你爸爸妈妈同哥哥先。喂，讲起一家人食饭，今年嘅年夜饭你哋订咗未噶？系啊，系啊，系啊，嘉欣哥。其实咧，你讲到年夜饭啦，其实呢一间酒楼咧，因为我哋住喺屋企附近啊，所以我哋每年咧都会嚟呢度订年夜饭嘅。好似今年我哋系提早咗几耐，妈咪？个半月订都有。系啊，我哋系提前咗个半月要预订噶。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咧系要订年夜饭咧，要嗱嗱临去订年夜饭噶啦。嗯，好啊好啊，咁将时间再交翻俾你啊，嘉欣哥，拜拜。好嘅，唔该晒永涛，唔该晒。嗱，随住我哋嘅信息嘅联通效率系越嚟越高啦，咁广州台作为城市台嘅一份子，我哋嘅朋友圈亦都系越做越大嘅。咁跟住落嚟，我哋不妨分享一下我哋嘅兄弟台之一，就系南宁台最新发嚟嘅高清启播祝福啊！主持人你好，我是南宁电视台主播小牙，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壮乡首府，又有着绿城美誉之称的广西南宁的民族广场上。民族广场位于广西南宁市中心的民族大道，是广西民族精神的一个窗口。广场上的人民会堂、民族鼎和地画的设计，体现很浓厚的八桂风格，给八方来客展示了一道美丽的壮乡风景线。2018年，南宁电视台将继续携手城市交换云平台，进行更多更精彩的直播，让中国乃至世界了解不一样的南宁。好了，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请交回给主持人。好的，谢谢。好了，现在先将时间交回给一楼的梁志高和高希。
好嘅，唔该晒黄嘉欣啊，亦都辛苦晒我哋各位同事啦。借助融媒体技术同埋手段咧，我哋拥有更多嘅可能性，更大嘅空间。借助融合嘅力量啊，我哋可以不断去提高引导力、传播力、公信力同埋影响力啊。冇错啦，嗱，未来已经系来到啦。2018咧，我哋频道咧亦都系酝酿唔少嘅精品，陆续会推出嚟。譬如话我哋嘅广州 ING 全新嘅呢个节目咧，将会系强势登场嘅。嗱 ，ING 咧就系英语动词当中嘅后缀啦，代表系进行当中嘅状态同埋呢个动作嘅。咁啊呢一档全新嘅生活资讯节目广州 ING 咧，口号就系美好生活进行时，力求全民总动员，show出广州嘅 style。是啊，我们的新节目将会由生活大人、明星大人和主播大人组成 ING 的主持天团，围绕着衣食住行、广州风貌和广州的人民风情、岭南文化等等的领域进行体验式的报道。那我们的外景主持团将会以有史以来最开放的态度，实行观众投票制，由市民参与互动投票，决定主播的去留。是啊，这个节目就会在我们这个全新的演播室录制的。那么先拉撒手，金牌主持冼一峰好可爱的样子，咁咧就会系主持呢个节目啦。咁仲有外景嘅主持团嘅阵容咧，亦都系非常之鼎盛嘅。连著名嘅粤剧名家卢秋平老师咧，亦都会喺度上场比拼嘅噃。冇错啦，今年咧亦都系改革开放40周年啦。综合频道将围绕呢个主题推出激荡人心嘅系列策划，展现广州改革开放领军人物嘅风采，再现我哋广州改革开放40年嘅光辉成就。咁而我哋各党嘅强势新闻资讯节目咧，都会喺呢个全新嘅演播室当中咧，为大家系精彩呈现嘅。咁啊，阵间12:30播出嘅5间新闻咧，就大家抢先可以睇到风貌啦。系啊，咁我哋节目里边咧，亦都要运用更加丰富嘅手段，增加可视性啊。其中唔少得嘅咧，就系我哋嘅虚拟手段啦。梁志高啊，不如咁啊，趁住今日咁开心，我哋先剧透下啦，好嘛？好啊，咁啊，恭喜你，而家最想去边度啊？我好想放假，咁啊，而家系冬季啦，我最想去感受下北国嘅大雪纷飞啊！北国嘅大雪纷飞啊！好啦，我哋傍身嘅同事，大家准备好未？我哋即刻带高希去上雪。感受到未啊？哇！我有啲冻添，好冻啊！好开心啊！好开心系啦，我觉得咧仲未够啊，因为咧依排工作太忙，唔得闲买莲花，可唔可以送我十里桃花先？十里桃花，好，我哋倒数五下够啦，五、四、三、二、一，嚟桃花，有冇啊？哇，得啊！我祝所有未婚嘅同事咧喺2018年可以行桃花运。咁你将你桃花搬翻屋企啦，好吗？好，多谢你啊，梁志高。咁我觉得咧，你对得我咁好啦，我都想满足你一个愿望啊。你点知我有咩愿望咧？咁就所以问你咯。我个愿望啊，既然我想睇下啲动物得唔得，整只得意啲嘅。得意啲噶，咁啊，当然系我哋嘅国宝大熊猫啦，一只唔够，仲可以整多几只添。真系我哋嘅技术同事去马啦。熊猫出嚟未？哇，好得意，仲识喐嘅添，得喎。系喎、啊，好得意啊！我其实几中意出去玩嘅，而且咧又中意啲刺激啲嘅，有啲咩可以俾我？快艇一定啱你，够晒刺激，不如试下咯。我拭目以待，黎薇，黎薇。哇，好大手啊！唉，我哋嗰位叫做黎明嘅同事，咁啊俾你 Q 咗出嚟啦吓。好啦好啦，我哋咧亦都系不如唔好剧透咁多啦，唔好俾观众睇住咁多先啦。大家放心啦，将来咧我哋嘅节目当中咧会好多咁样嘅精彩呈现俾你，令到我哋嘅新闻咧会更加立体化嘅。咁到底我哋嘅呢个演播室咧，佢嘅功能系点样咧？仲有啲咩嘅亮点咧？交俾一众嘅主播为你一镜到底讲清楚。国际视野，中国情怀，广州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联手世界顶级舞美设计团队，共同打造400平方米世界新闻窗口全媒体高清演播室。Hi, I'm Brian McCray. I'm the senior lighting designer for the Lighting Design Group based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They've been very professional, very artistic. We also use the iconic art shape that both is a portal to the outside world as well as a reference to a beautiful bridge in Guangzhou. 全媒体演播室从这里开始，手机直播，多屏互动。城市搜罗新鲜见闻，
新信息实时播报。最醒神的新闻资讯第一时间传递给你，交互式体验，感受城市脉搏，直达现场还原事件。欢迎收看直播当中的广视新闻。好，多谢晒咁多位同事嘅呈现啊！喺我哋广州电视高清开播之际咧，我哋城市台嘅小伙伴咧，亦都系送上佢哋嘅祝福噃，一齐睇下。大家好，我是海口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依婷。我是西安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主持人凯丽。我是贵阳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曾杰。广州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徐奥。我是昆明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尹凯。我是鄂尔多斯市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杨锦琪。大家好，我是苏州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贾萨。我是成都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文娟。广州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全面进入高清播出时代，新时代新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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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祝愿收视长虹，在此祝愿广州广播电视台收视长虹，祝愿广州广播电视台节目收听收视率再攀新高，节目亮亮。在这里我们祝愿广州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开播大吉，收视长虹，祝愿大家收视长虹，新年快乐。祝愿广州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再创辉煌，做出更多的好节目。同时在新年到来之际，也祝广州市民新年快乐，狗年旺旺旺。那借助城市交换文平台，我们作为地面频道，可以突破地域的限制，和更多的城市台一起联手打造传播矩阵。没错了，我们的节目开始也都讲过，今年是广州台开播30周年。其实我们最想多谢的是一班一直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不如都听听他们的心声。真的很容易就会出事，其实守下规矩什么事都没有，现在他不守规矩就被人拉了，是吧？张小姐一家都是广州电视台的 fans， 最喜欢电视捞饭，广视新闻更加是每餐必点啊！但系如果冇电视，系咪会嗰餐饭会冇乜味道啲咧？我觉得有少少噶，都会有少少噶。佢哋会即系你见到嘅，可能就会一味就得个扒饭、扒饭、扒饭。你同佢讲嘢就哦。张小姐就话自己同广州台由细玩到大，屋企嘅电视从20寸变成70寸，终于等到广州台高清播出啦。嗱，到时高清咧，可能我哋嘅电视即系会睇，真系睇得我哋记者好真啊，可能暗疮啊，都会光冇化好啊。好啊，我觉得呢个好啊，好啊，好啊。点解会好咧？即系会更加贴近我。即系会觉得大家个距离近咗。系，冇错，真系似系身边嗰啲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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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系会宁愿会系睇到一个主持真系会讲到市民嘅心声啦，唔好话大部分啦，你讲到少少，其实我哋作为街坊或者市民咧都好开心噶。你最中意三个主持人，一定要讲我嘅。哦，我唔会讲。你我讲高希啫，我中高希真系，我女都好中意高希，系啦，系啊，仲有第二第三，我哋又唔算高啦，我梁先高你都知啊，仲有咧，你同阿梁先高影个相啊。张小姐仲话要送翻份礼物俾我哋啊！我谂住送俾我个女神啦、高希啦、仲你啦，一齐食。多谢多谢多谢，哇，好开心啊！多谢多谢。送礼都送啲食得嘅，不愧为识食嘅广州人啊！吓，除咗喺电视上边，广州台嘅新闻仲会喺各种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出现，陪住大家翻工同放工嘅。咁睇下今日天气啊，今日经济啊，咁样系嘛？今日又发生咗咩事啊？广州咁样咪都知道下，依家发生咗咩事系咪先？咁如果唔睇嘅话，今日都唔知咩事咁样。广州台同大家做咗30年老友记，而家广州台新屋入伙喎，睇睇呢啲老友记有咩表示先。嗱，呢位阿姐就话：礼就冇啦，不过希望人可以到啦。是想入去看看你们的新的广播厅啦、因为现在有很多新的科技、我们都想知道一下。仲有什么要跟我们讲的先？屋企都是高清啦，电视、公交车上面是高清咪更加好。期待咪更高清咯，你哋更靓仔咯。本身都好靓仔。系啊，本身都更靓仔啊嘛，我话更靓仔系啊。咁啲节目咧，节目咧？节目啊，应该又更加丰富咯。即系譬如讲你
拍到廣州啲景色啊，咁啊播放出嚟俾全國睇啊，全世界睇啊，即係更加了解廣州咯，廣州更美好咯，將廣州嘅美好傳播全世界咯。唔该晒各位观众朋友嘅信任同埋支持，你哋嘅不离不弃系我哋不断前行嘅最大动力。一切嘅手段、一切嘅探索同埋一切嘅尝试，都系为咗带俾你哋更好嘅视听感受啊！冇错，我哋广州电视咧迎嚟咗全新嘅时代，我哋走入新时代，一齐感受新世界啊！观众朋友，你哋好。1988年广州台开播，综合频道从此就同广州这一座城市同呼吸共命运。这几年广州的变化是日新月异的，一眨眼我们陪着大家30年，我们同你同这一座城市一起成长，我们立足于岭南本土文化，扎根城市，放眼全球。2018年广州台紧跟世界电视潮流，以国际化、高品质、时尚感的高清电视节目进一步提升电视对受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高清完美登场，观众眼前一亮。我们会以大视野、权威主流的新闻资讯节目为主线，同时推出高端文化类节目，展现岭南文化、中华文化的魅力，同时体现新时代之下广州人的新风采。一切的努力只是为了等你看到更靓的广州、更靓的国家、更靓的世界。我们继续以品质兑现承诺，以价值构筑未来，昂首阔步，勇征新途。2018年最热切期待，全城观众目光所在，尽在高清广州广播电视台。30年前在那座绽放着紫荆和红棉的花果山，一班的电视人带着梦想，肩负着使命，开始了新闻事业。30年之后，在这道城央最靓的梦想岸线，我们再次出发了。时代潮流浩浩荡荡，进入新时代，开始新征程。我们唯有不忘初心，用有温度的新闻书写中国故事、广州故事，用有力量的文字和讲述弘扬中国价值，和新时代的发展同步伐，共奋进。2018年2月10号对于我们广西人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们为电视机前的你，为自己打开了一个视听新世界。我们想跟你讲，广州台始终在你身边，我们始终在你身边。各位观众，广州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特别节目新时代新世界接近尾声了，而我们在国际媒体港全新演播室的节目将会陆续亮相，敬请期待。好多谢你的收看，我们再会。再会。中国情怀，广州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联手世界顶级宝美设计团队，共同打造400平方米世界新闻窗口全媒体高清演播室。Hi, I'm Brian McCrae. I'm the senior lighting designer for the Lighting Design Group based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They've been very professional, very artistic. We also use the iconic art shape that both is a portal to the outside world as well as a reference to a beautiful bridge in Guangzhou. 全媒体演播室从这一度开始，手机直播，当屏互动。去城市搜罗新鲜见闻，出行信
播报。最醒神的新闻资讯，第一时间传递给你。交互式体验，感受城市脉搏。直达现场，还原事件。欢迎收看直播当中的广视新闻。